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早上才刚送过来的新鞋子，到了隔天就变成这样。你该不会整个晚上都没睡，不停地在房间里面跑来跑去的吧？我不记得了。什么？不记得了？再怎么说，你也是这个城堡的公主，这算什么解释？还有你们两个，你们睡同一个寝室，却什么也没感觉到吗？没有，父王陛下，因为我们就像平常一样睡得很熟啊。这鞋子的磨损像是跳了一整晚的舞，因此而跳坏的。一个公主跑去夜游这种事情，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。你身为长女，要以身作则，当妹妹的榜样，以后要谨慎一点。是的。姐姐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跳舞吧？也带我们一起去吗？姐姐，只有你自己享受快乐的夜晚，这样子太不公平了吧？就是啊，我们也好想去跳舞哦。可是你们最好别去，因为跳舞是很花体力，会累得不得了的。就算这样，但姐姐你还是要去吧。不管身体有多累，我就是没办法不去。那我也要去。我也要。万一被父王骂，那我不管你们呢。哎，你们要睡到什么时候啊？快给我起床啊，早饭的时间到了。居然三个都这样，快起床。你们到底是怎么了？根本完全没有吃吗？我觉得没有胃口。哎，父王，我还很想睡。哎，太没有礼貌了。可是我真的很累嘛。你们三个为什么都一样？昨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跳舞了？我们什么地方也没去。这是什么借口啊？可是是真的吗？是吗？那么从今晚开始，我就把你们寝室的房间门上锁，即使你们想出去也没有办法去了。好的，没关系。可别怪我。这下子你们应该没办法到外面了，全都乖乖的一觉睡到天亮吧。好的，父王。怎么会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没办法了。这是国王陛下的告示，国王陛下的三位公主每天晚上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跳舞，把鞋子都给跳坏了，但是三位公主却毫无印象，说不定他们都是得了不知名的怪病，那可就糟了。真是可怜呐。国王陛下说，如果有什么人能将公主跳舞的地点找出来的话，就将三位公主之中的其中一位嫁给他，成为驸马爷之后呢，将来继承王位。但是呢，由于这件事情非常的紧急，关系着三位公主的性命，如果三天三夜还是无法阻止公主出去跳舞，就要以罪犯的身份关进大牢。太过分了吧。不是这样啊。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成为这个国家的国王也不赖嘛。好，那么就让我来揭开这个谜底吧。毫无异状。可以了吗？三位公主的寝室的门会开着，而你就在那里守着他们，不能睡觉啊。万一公主们半夜跑出去，你应该听得到，而公主他们为了怕被你听到，应该也不会再出去了。
包在我身上，国王陛下。那就万事拜托了。只要我不睡着就行了吧？要我睡着可没那么容易，请您放心吧。那么期待你的好消息。姐姐怎么办？这么一来我们就没有机会溜出去了。我看看啊，该娶哪一个公主好呢？得想办法才行啊，王子他们还在等着我们出去呢。就是啊。您要去什么地方呢？我哪里也不打算去。对了，要不要来一杯葡萄酒？那真是太好了。这是赶走瞌睡虫最好的提神剂。来，我也陪您喝一杯吧。那么我们要去睡了。晚安了。对了，您千万不可以睡着了。那是当然的，我会我怎么突然姐姐好像很顺利哎。不行，我一定要醒着。那我们走吧。好的。你这个懒鬼，监视的人居然呼呼大睡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气得我真想判你死刑。我看看啊。原来是这个国家的公主啊。那位先生，请问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年轻人啊，我劝你最好不要去哦。目前为止已经不知道有多少的王子想去揭开那个谜底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找得到公主他们去哪儿跳舞了，他们现在全被关进牢里了呢。原来如此，不过你看我这个受伤的退伍军人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，而且我现在也正在找工作，这件事情能够为公主尽力，那我去试试看好了。随便你了，那是你的自由，而且也可以打发时间吧。我绝对不会睡着的，因为站卫兵时我早就习惯不能睡了。军人先生，真是辛苦你了，请喝一杯能提神的葡萄酒吧。太好了，谢谢您啊。那么我们要去睡觉了。好的，晚安。这个酒好像很好喝。不行不行，负责监视的时候怎么可以喝酒？等一下，他们居然送酒给监视他们的人喝。这杯葡萄酒闻起来还真香哎，味道也很醇厚。好好喝啊，真不愧是公主们喝的好酒，谢谢公主的赏赐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他已经睡着了耶。这种安眠药真的很有效哎。好了，快点准备吧。好。姐姐，快点啊！好的。
原来在这里。我来跟踪他们，看他们去哪里。他们的速度好快，可恶！这是什么叶子啊？啊，这是银质的叶子。好，给一小段当作是证据吧。这次是黄金的，这是钻石的叶子吗？让你们久等了。知道了，原来他们就在那个宫殿跳舞啊。这条河没有那么容易过去。这件隐身斗篷是我的，当初不是这么说的。少啰嗦，要不然这双能飞到任何地方的魔法靴是我的。这两样东西都是本大爷的。你这个贪心鬼。隐身斗篷跟魔法靴子，我那三个公主的礼服。什么？我记得那三个公主的死期就是今天吧？是啊，当他们跳到天亮，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时候，他们就死定了。什么？这下可不得了了。所以说，他们的漂亮礼服就给我吧。不行，那个也是我的东西。啊？是谁？是我。你是谁呀？干嘛跟我们装熟啊？我从来就没看过你。那是当然的了，因为我才刚刚到这里而已。你这家伙在嘲笑我吗？不要那么生气嘛，伙伴。老实说，我是来这里收那三个公主的尸体的。这么说的话，你是我们老大新收的小弟嘛？是啊，一点都没错。那么你来找我们到底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刚才看到你们两个在争吵，所以替你们想到了一个好方法。好方法？是的，首先你们先背靠背往左右各走整整30步的距离，然后呢，等我喊跑的时候，你们就赶紧跑过来拿这两样东西，先拿到的人就是这两样东西的主人喽。原来如此，这是个好点子。嗯，比赛跑，你以为你跑得赢我吗？哼，要比吗？好啊，好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，27 28 29 30。好了。我也好啦，那么要跑喽，预备，跑！还蛮顺利的嘛。奇怪，原来他们两个的真面目是恶魔。我可以看出他们的真面目，他们却看不到我。这下子我弄到一个方便的好东西了。听他们说这双鞋子是能到任何地方的魔法靴。好，带我到公主那里去吧。啊，我好幸福。你今天就不要回去了，从今以后我们就这样跳舞跳一辈子。啊，好棒。就知道，不好了，公主，你们快醒醒啊！你们会被杀的。嗯，
我该怎么办才好？我得想想办法。对了，好，魔法靴飘到空中。对啊，你去啊！你是什么人呢？先不要管这些了，快点逃命要紧。早上了，啊，得救了，姐姐！军人先生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是真的吗？那么公主他们究竟在哪里跳舞的？是，公主他们被恶魔给迷惑了，每天晚上都被迫在恶魔位于地下的魔宫跳舞。什么？被迫去跳舞是真的吗？是的，这些东西就是证据。哦，居然是黄金、白银、钻石的叶子，这些是从这个城堡地下的恶魔宫殿摘来的。哦，恶魔的？是的，请陛下放心，三位公主以后绝对不会再去那个地方跳舞了。嗯，谢谢你救了三位公主。好，准备举行婚礼，把大牢那些人也放出来吧，噩梦已经结束了。